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二，欢迎收看本期怼文啪啪啪。首先是明星资讯，赵丽因脑后方血栓骨头多处伤痛停止工作登热搜，随后本尊及工作室相继声明指责此等扭曲事实恶意伤害的行为，此处帮莹莹艾特心术不正者，做人方式简单点啦，是不是啊？今日彭于晏接受采访，首度回应之前定杰与女冰冰换座之争，我问心无愧，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好，不要太在意别人说什么。彭于晏做的都是对的。接下来是影视剧方面的消息，《流星花园》新看点，小 S 霸气登场，一脚踢飞正欺负山菜的道明寺，被小 S 美到根本不 care 高跟鞋会不会戳到道明寺太阳穴的，请点赞。是有解语花，萍水写花鱼，网剧《山海官宣》二元红土地谢雨辰，花落张艺兴，网友表白神仙选角，就这外形原著本满意了，但还是挺好奇，同一个人演绎师徒两人会是啥样呢？下面一则消息来自综艺圈，2008中国好声音首播创新低，网友吐槽学员没啥爆点，还不如庾澄庆、周杰伦、李健、谢霆锋四大导师团好玩，尤其段子歌手李健讲话搞笑有趣，结果收视不均，唉，可惜了。最后来关注一则社会新闻，泰国致47名中国公民遇难凤凰号沉船女船主沃拉勒女士自首，虽拒绝认罪，但已被普吉法院审理收押且反对保释。以上就是今天怼文啪啪啪的全部内容，我是 Miss Young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